谱能够广传，如您所愿，好视谱能够造福人类。好先生，不如您跟我们艺术焦点台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鼓励大家的话吧。啊，好啊，那个刚才其实我的这个故事已经应该是给大家给很多人应该很大的鼓励了啊，因为像我这样我刚开始弹琴真的很笨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没开始弹琴的时候都是很笨啊。好了，但是现在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重新认识一下我眼前的这个东西。这是什么？钢琴。这是钢琴，对不对？好了，那的确它是钢琴。我们把钢琴总是说钢琴是个乐器，对吧？是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的，是个乐器。但是我想让大家重新认识它一下。好。好吗？好的。这不是钢琴。嗯？这是什么？这是游戏机。这是游戏机。这是个游戏机。啊，这个游戏机特别好玩。你一碰一个键，它就会出来一个声音。碰一个键会出来一个声音，每个声音还有点不一样。是的，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这个频率高一点，低一点。然后这个游戏机呢，你要碰对了音呢，它可能会出来你熟悉的一个旋律。我知道，献给爱丽丝。是不是？所以这个游戏机实际是很容易打的。我刚才只要知道按哪个键，是的，我就拿着一个手指头，就这样按这几个。是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游戏机其实很容易打啊，对不对？然后呢，那我有五个手指头，所以我刚弹刚才的那几个键，我可能不一定这么蠢了，对不对？是的。这有点反人类，对不对？啊，是的。那好吧，既然用五个手指头，那我就看一看别人钢琴老师是用哪几个手指头弹这几个音的啊？那他们可能这样弹。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弹钢琴实际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就是用对手指头弹对音，然后再把它从不熟练到熟练，这就是把一个游戏打通关了。是的，我这样说可以吧？是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管你是打不打游戏，在生活中你也知道游戏其实没那么难。是的，啊，你只要打游戏你肯定能打得很好。但可能有些人喜欢打游戏，有些人说啊，我也不想打游戏啊，我宁愿看书啊什么的。但不管怎么样，你重新这样认识一下钢琴，你就不觉得它难了。但如果你心底也像我那样的有一个对钢琴的小向往，不妨试一试啊，弄一本好视谱放在这儿。因为好视谱就告诉你，好视谱和五线谱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你看五线谱比较困难啊，效率低，所以我给你把这个五线谱翻译成一个像图表一样的好视谱了，对吧？你看了就能看了，那就有点像什么？你要是特别想看一部新来中国的法国电影，你不需要去学法语吧？是的，是的。你只要找一个有没有人给你加了中文字幕了？是的。啊，那更好的就是有没有人给你配音配成中文了，对不对？对。那你就可以去看这部法国电影了。那好了。那现在我给你做出来这个好视谱了，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游戏谱，也不要叫它乐谱。这个往这儿一放就当成游戏谱，看着这个谱子就能啊，用右手的四指弹这个，三指四指三指，这个信息都给你放在那张纸上了，你就去很轻易的把它解读出来就可以了，这就是把游戏打出来了。哦，这儿有一个音上下对齐，左手，是的，就把它用正确的手指摁出来。钢琴家也是用这几个手指，大差不差啊。
是的，对不对？是的。然后你要是想把这个弹得更好一点，请一位像程老师这样的老师啊，对不对？请你身边的钢琴老师给你指点一下这个东西。这下边还有一个钢琴键，这个钢琴键藏在这儿的，这有三个啊，大家不用管这两个，先暂时不用管这两个。右边这个最重要啊，右边这个是大家用的，左这个中间和这边几乎是就是为了对称啊，大家想了点功能给它放上去，不用管，很少用到它们，所以这个再一踩上，大家听听出现什么效果。悠扬了吧，有回音了。问问你的钢琴老师，我的脚什么时候这样向上动一下，然后你知道了这个以后，你再把它练熟，你就可以弹得好听了。这个游戏容不容易？容易。也好玩吧？好玩。啊，那今天打一首《致爱丽丝》，明天再打一首肖邦的夜曲，后天打一首周杰伦的新歌，叫什么？新歌。说好不哭。说好不好。对不对？啊，再过段时间又出来一个电影什么的，像前段时间出来一个大鱼，那我们不少学员就谈大鱼海棠啊，现在千与千寻又火了，又重播了，那有好多学员在谈千与千寻，是不是？天空之城啊，是的。在谈着谈着就会发现，原来古典世界的音乐是特别的好听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些学员们又在弹柴可夫斯基的六月啊，哇，也在弹，好厉害，肖邦的夜曲啊，跟我学的，也在弹，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呢，越弹越会发现音乐世界里边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作品啊。那我呢也还在不停的一首一首的练习，我最近刚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吧，因为我教学现在开始体会到钢琴老师们的烦恼了，教课的任务重了以后，练琴的时间就少了，我也有这个烦恼，没错啊，我特别希望自己有时间多学一学，那我现在也在练这首。就先谈这么多，还不熟练，但是哎呀，太享受了，是不是？能够弹李斯特的《爱之梦》，不管我弹的好不好 ，I don't care， 啊，所以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啊，这个把这个游戏机买回家，这一个电钢实际没那么贵，然后我们弹钢琴也不用那么紧张，好多。这个我要稍微批评一下我们的钢琴老师了。怎么讲这个？啊，因为我们钢琴老师会说：“哎呀，不能弹电钢啊！”弹电钢，弹电钢把手指头弹坏了啊！
那手指头怎么弹也弹不开，我手指头好好的啊。是这样子，手指头是弹不坏的。从一个钢琴到另一个钢琴，因为即使是真钢琴、木钢琴， A 钢琴和 B 钢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是的是的，对不对？程老师，你看我现在教学经验多了以后，开始就讲话有些信心，现在可以批评钢琴老师们了。是的、啊、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就像开车一样，你学会开车就是会开车。对，对不对？对，你会开车了，你开教练教你用的那辆车你也是会开，然后突然自己买了辆车比那辆车还贵，哎呀有点生，不敢开，或者开起来以后不太熟，可是开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不就已经熟了吗？是这样子。然后再开个一两天两三天都闭着眼都开了，因为一只手去开了，对不对？是。然后另一只手、不要这样做啊，这个不安全，一只手打电话是不安全的。那个所以呢，弹钢琴也是的，真正其实我们钢琴老师有点误导我们的家长。我们钢琴老师们让他弹电钢他就弹电钢，他就会弹，他弹了电钢他再弹钢琴还是一样，就是他们因为会弹钢琴的人什么琴都会弹。是的是的，对不对？因为我认识钢琴家也认识，钢琴老师也认识，钢琴家来到我的教室，哎呀，他们有时候去音乐会第二天要开音乐会还说，郝先生，你的教室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啊？我要练练琴。因为什么？他可能那个琴行都关门了，他需要很晚，他要临时赶着练练琴，就在我的电钢上练。练完了，第二天他就要多谢我，谢谢你昨天晚上给我那个练了琴，我今天的音乐会非常成功。是的，对不对？好了，那我说这么多，回到正题上，就是什么呢？我们从硬件上来，我们的门槛非常低，对不对？我们这个才几千块钱的一个电钢，是的啊，所以随时就可以玩起来啊，根本就不是一个障碍。把它放到你的卧室，放到你的书房，放到你的客厅，是的，对不对？然后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晚上睡觉前就可以。在睡觉，这个梦会多美呀、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游戏是可以玩一辈子的游戏，好吗？我就这样给我们的艺术焦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打打气啊！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玩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弹钢琴，但如果你是弹得很厉害的人，请也支持你身边像我这样的人啊，给他们也。去给他们打打气，然后多教他们几首啊，多给他们一点 tips 啊，多给他们一点贴士啊，然后好好的支持鼓励他们，支持鼓励，好吗？是的，好的。啊，谢谢这个艺术焦点。好，谢谢郝先生给我们的分享，谢谢郝先生带给我们艺术焦点台观众朋友们的鼓励的话。